这次你的任务就是救人。打从我第一天加入短枪队，我就没有想过活着出来。如果有一天出了什么事情，我一定不会连累他们。你也不要太为我难过。 黄昏的时候送他们到避风岛，路线分水陆两条，东线呢牛池湾。毛顿先生的事儿，我一定会帮的。好，等胜利才回来，回来收尸。